地方长得太高了，然后做连桥式的就不太好，变成两棵算了。原来桩子埋的位置有点太深了，它埋的太深以后，埋太深了，这个桩子长出来以后呢，两边都长成两棵了，没有连起来的那个桩形了，所以我觉得干脆给它砍断算了，锯断或者砍断算了，砍断变成两棵，这样也好挖。剪一下嘛，剪一下，这太杂，太杂了。双杆，双直杆，砸了不怕。你要是这会儿看不好，给它剪了，就再也没有机会给你再剪。你现在一下子看不准，你回去就慢慢再弄。但你把该留的枝条留下，不该留的枝条你剪了它，也让它保水成活，这样子，对吧？这养庄人，他挖的时间养的时间倒挺长了，那也不管了，也不要了，刚好，咱们把它弄回去，变废为宝。哎，就是变废为宝。其实这东西本来也不算废，人家在山上挖的时候也爱看到这个桩子比较老，在挖的，但它种植啊不太好，所以使得这个形啊有时候长得有点，本来是一个很好的盘景坯，慢慢就变成了一个你只能再使劲做它了。但就这样子你看出来，它是不是也有那个盘景的架势，是吧？已经出了形了。对，但是回去再慢慢修吧，就是，这就是，回头要把这些都该露出来露出来，该入盆就入盆。好，拿塑料袋一扎吧，这个啊。他养的差不多的时候，他养腻歪了，咱们把它弄上，慢慢就能够做成一个好盆景。咱要自己去山上挖，一个是。弄不好时间段不对，破坏环境，对不对？然后时间段对了，你挖回去养都是养多少年干枝条，这也是个问题，咱也没地方，对吧？哎呦，没扎着，没事、哎、好 ，OK， 完美。这个枝条，看看还能做成一个风枝条呢，你看见没有？对，全部往这边长了一个风枝的条。现在好不容易养出来枝条，跟咱们那个真正的养桩不一样。真正养桩能再截到这儿来，截到这儿来，这人家好不容易养出来的枝条，才能够保这个季节还可以，能够保活就给它全部保活，连根带回去，带点原土，带点根回去，能保活了尽量给它保活了。我是老楼。如果你也对中国传统文化盆景艺术感兴趣的话，那么欢迎你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并且咱们一起探讨交流，共同成长。